就是会有点让人小一点，那对应该玩点这种伤，那瘦，我是谁？那暴起来是吧？好像大概100斤，就是加了个身上嘛，加起来。对对应该是比较混的沙溢或者是明道明，他们这个放到最后不行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倒的一瞬间，你们要放松了还倒，但是我们倒的时候，你干脆倒下去了，不要互相救。对，你互相救那个，拿关注不行，我不能再看到了。干嘛？哦，这就已经来了。哎哎哎哎，是啊是啊，就这样吧。找一下感觉，谁第一个来着？你们就没当第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第一个。我想问的问题是，沙溢，你们打算把它放第几？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对，这是一个就是历史选择。其实沙溢应该第一个，沙溢放第几的？他应该放第一第二。我觉得沙溢放第六。两个比较正的放，沙溢要跟他放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我肯定已经上了，容易就直接推了，就推塔成功了。我们只要三个人就赢了呀。四个人不容易，还有帮你五个人，帮你一个。第二，算了，我第一啊，小云第二，沙溢第三，我们两个保护他，这看起来好，好像是吧？然后两位女士就随意。其实你们应该让小云最后，最气的人最后上。对，我也是想，因为我不行，我就直接跳下去了，我就别全都推倒了。非常好，我们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来，好，先放两个秤砣在上面，稳住，好，你看这个啊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好，有点甜，没有办法，这是我们有没有看过？没有没有，看过咏春吗？就是你必须这样，咏春。咱们还是从黄的这边开始啊，咱别踩蓝的，容易走到。引导，就你把两个脚这样，跟他是这样，你就被他这样推，所以你脚不要对他，这样你前一步。哦，对，他就不容易推倒你。这是我最害怕的瞬间。下去吧，谁要去？我也害怕，你知道，我害怕把他推下去的。这种情况，我唯一不会想到就是我会不小心接到腿。那就是我走啊，然后我们就谈起恋爱，好像就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我等会儿了，我卖哪个腿？应该右腿，右腿，应该右腿。我要不要拉他？你上赵凯，你肯定得拉我。就是我拉他，不会把他推下去。赵凯，那你是在保持平衡啊？你上边抱着他。抱住，就是大了，别去穿肩膀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要没到啊。你往上的就不要想，要往远的去，要对。你要跳前跟我讲，他准备啊，准备来。他踩到他脚了，嗯。那我赢了，就说放第几个都是大问题。不是啊，你跳过来，膝盖撞我，我们俩膝盖一绊，你肯定要倒啊！再来一次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刚刚第一个就吓死我了。来，你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那不沙溢第一个也行？对，那个不是沙溢，你要上的时候啊，其实还能碰，迈过去就好了，迈过别碰啊。他第一个碰着，那没问题。再来一次，我这不要练二次。好了，你慢，你往上一慢，你别跳，你慢，就在那边抛着我。小沙，哎，没问题，哎。不过这里面确实那两个人都把那整个占满了。先别老跟他们吵啊，做小姐出来。被那两个打。
我会把整个规矩全变了。我操！把中间线你先最安全，就是看不起这俩生活。我们俩，哎，他在上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同时有一点用到往前的力量，但你要抱我，对，他上来的人要往前顶，对，对。尽量往，来，别对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鲨鱼够重。我一看，所以你把你的脚尽量往这边伸，往这边过。压力好。没事，看看吧，别太紧张。我们三个其实就抱那么紧，不需要。我可以挡。看一下脚，看一下地。我现在可以挡了。看一下自己的脚。没有地方可以挡。跳舞没问题。那两个前面两个快拍的，这个小兵把你的这是这是他们搞不到第四，哎哎，别往我这来，别往我这来，他们三个人手肘好轻，我这边要掉了，哪个哪个？好，你们好好对着，好，对，没有说小姐，那是不是应该就沿着这个边缘沿边下呀？对，老师，那我可以踩在那个当个脚踏。哎，对，你指挥一下，外面你指挥，你踩我的脚，踩我的脚。踩在脚踏。对，踩在踩的。然后再裹一点，把那个脚踩开一点。再往后一点，裹脚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好，空间有了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？可以，你就踩了，没问题。好，吸一口气。太厉害了！没事，调整一下。还好，你沙溢，他轻了没问题，轻了。我给力量，轻了。哎，我有一想法，我们四个人都往下吞一点点，吞点马步。那个小云，你直接八五身上，你别踩。不行不行，不行。八五肯定还要踩，踩肯定还要。他还得踩。对对对，你们找空位，找一个。本来给你用脚往前一点，用脚抵到抵到。对，抵到。那真的摇头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没事没事。你刚刚训练是吧？啊，刚训练，就刚来呀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扭到刚训练，等了等了等。还好还好。他等于白药给他，你先弄凉的喷一下。没事没事。哦，昨天他就撞这儿了，昨天哦，嗯，昨天他白药来的。天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厉害！你坚持了多久？厉害！厉害！坚持了多久？在上面五个人。坚持了十三秒，哇！太难了，二三，握手的人十三秒，我握手又白了一下，拍五星。军雷，在哪儿？白了。你是掉了点压力是？不是，他车祸压着了，就是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没关系。手臂还好，你走没走？就扭了，能走吗？能走，没问题。十三秒啊，没机会了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讲，刚才是咱们第一版，对，他太坑了。对，你说的错，你这你看往哪儿走？那我几乎觉得是轻点就可以了。好，下来再试试，再试试。哎呦，居然情况可以，你快点一点。结束了，不用试。